大家早晨，欢迎收看星期二朝早的天气报告，我是沈志泰。今天仍然都很有秋高气爽的感觉的。朝早来讲，市区和新界的温差就比较大，市区就大概在23度左右，不过新界普遍就要再低两三度了。而從大範圍的衛星雲圖就可以見到，受到東北季候風的影響，今天來講華南沿岸地區的雲量依然都是偏少的。不過大家要留意，接下來這兩天受到季候風補充的影響，我們的雲量就會比較多一點，兼且會有一些驟雨的。接著可以看看今天的天氣預測，我們預測就會是大致天晴，日間就是天氣乾燥，而最高的氣溫大概就是29度。風過方面就會吹和緩的偏東風。展望方面，我們預測接下來這兩天雲量就會比較多一些，兼且就會有一兩陣的驟雨。今早的天氣報告就講到這裡，下次見。